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麦子学院，很高兴大家收听我的 VOE 点 JS 详解，我是您的贴心讲师艾米。好，讲完我们的 V-4 和 V-4 的 template 之后，我们都发现 V-4 它直接就可以围绕我们的宿主进行一个便利，对吧？好，所以这围绕宿主做个便利，那么万一宿主发生了变化，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做得到宿主端发生变化的时候？前面也可以直接发生变化呢。好，那么这一块的话，我们一共有五个方向来做一个探讨。那这就是第一个是变异方法，第二种呢是替换宿主的方法，第三个呢是 track by。好，第四个是 track by 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 dollar index 方式。那么第五个是相当是 JS 遗留的一些问题。好，那我们一一来看一下。首先，对于变异的方法，我们方式很简单。比如说，我们可以添加一个，再往后面，我们可以在宿主里面来增加内容。那我们可以用 push 方法，或者呢，减小掉一个内容，把宿主的某一个元素给它去掉。我们可以 pop 方法来去掉，对吧？或者呢，我们可以用 shift 或者 unshift 的方式来控制它，好，控制这些元素。或者再有或者呢，我们用 splice 好这种方式。我们可以指定，根据下标指定我们要清除掉哪一个宿主。好，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方式来改变。再然后呢，我们也可以 scale 来重新排列一下宿主，也可以用 reverse 来反向排序一下这个宿主。好，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方法来直接改变我们这个宿主，然后呢，通过这种改变，直接让我们的这个宿主发生了一些变化，那么宿主变化由于它是双向绑定机制，在宿主发生了变化之后，我们的网页页面它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，好，直接就可以出来。好，这种是变异方法。那么第二个，我们再想一下，变异方法从名字来说，是不是我们的原宿主就会直接发生改变？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不想发生改变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用另外一个替换宿主来实现。替换宿主它最好，大的好处是不会去修改原始宿主，而是返回一个新的宿主。那么它是一种非变异方法，直接我们说白了就直接用一种新宿主来替换旧的宿主。好，它提供的方法是这样来的，比如说是我们的这个宿主在这里，好，在我们的这个原的这个什么呢？我们的原型里面，好，我们的这个模块里面，然后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的 VOE 的这个对象里面，好，有一个叫 items 的宿主，然后呢这个宿主我们就可以等于它的，比如说我们用 filter，好，用这个方式来过滤一下，通过这方式来过滤，过滤的话，记住是一个方法，那么方法的话，它里面。我们的这个里面就可以用个 faction 来返回这样一个方法，用 faction 来返回的时候，我们还是一样的传入每一个值，传入每一个值，然后传入每一个值之后呢，满足我们的这个里面它会有一个数学这个 JS 的一种数学计算，通过计算如果满足的它就返回来，如果满足就返回来，然后呢就会生成一个新的宿主，那么这个新的宿主名字叫什么？我们不知道，只不过是它是一个临时的。临时的一种新的宿主，那么它这个临时的新宿主会将会直接反馈到了我们的视觉 view 端，那么我们在浏览器端也会直接发生改变。那么这种非编辑的替换宿主的方法，除了我们这个 filter 这种过滤器之外，好，还有两个用的比较多的，一个是什么呢？什么宿主拼接，对吧？好，用的宿主拼接，还为另外这个就是我们的一种宿主的一种操作在里面。好，slice、concat、filter，好，这三个方法如果不会的，那么对不起，我现在不公开的到底是什么方法，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去。如果你连这里看不懂的话，我只想说一点，你的 JS 基础还不够扎实。好。JS 基础还不够扎实，或者说是你 C 语言基础还不够扎实，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到了这里之后，别往后看了，赶快
去补一下你的 JS 的基础知识，否则越往后看你会越懵。好，替换数组也讲完之后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track by。如果我们是用全新的对象来替换数组，记住是对象来替换数组的话，那么对象替换数组它会比较庞大一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数组和对象最大的区别就是对象，那每一个值它都会有一个关键的一个属性名，对吧？它都会有一个属性名。好，说白了也不能叫属性名，可算是它的一个键值叫 key 吧。好，算是它的一个键名。键好，它是一个 key，然后呢，我们需要给它一个 key，然后呢再给它一个值，这块，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整个数组都将会以对象的方式来个重新渲染。以这样的方式进行重新渲染的话，那么必然会想得到的就是性能方面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 track by。track by，比如说如果我们要给的这些 key 值，这个 key 它是这个对象里面的一种唯一标识符。那我们就可以来一个 track by，它类似于一种什么呢？类似于我们的对象，它是用这个键值来进行一个排序，好，或者用这个键值来作为它的组件，作为一个索引。然后呢，这种一个特性给相当于给 VUE 一个提示。这样这个时候呢，VUE 它就会从我们的数组当中去看，如果有这一块的话，它就是尽可能的来复用已经有的这个实例。已经有了之后呢，它尽可复用就可以减小我们的性能的消耗。好，它的方法就是这样的。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数组，它是这样的，我们这个数组里边，它的每一个这个 key 值，它都有一个相关性 UID。那行，我们就用 track by 等于，等于什么呢？好，下划线 UID。那行，我们就提示 VUE 了，然后 VUE 就知道哦，我可以用它来作为一个组件。OK，这样方式就可以是完全的实现我们用全新的对象来替换数组，记住是对象替换数组。好，那么这种方式我们的写法很简单，还是这一个 v 杠 for 这些地方都是一样的，唯一就是我们需要加上一个在我们的这个元素当中，我们加上一个 track by 等于什么呢？下划线 UID。那么这种方式我们有点熟悉，只不过是格式稍微不一样，是不是类似于 Angular 里面的 ng repeat 等于什么呢？等于这种搭配，然后后面紧接着跟的是什么呢？跟的就是我们的是吧 order by 对吧？直接就是 order by。好，它也是一样的，就代表我们的这种排序的方式。好，那么既然 order by 它会有个 dollar index。那么同样，我们的这个在 VUE 当中的 track by 它也有一个 dollar index 的值。那么这一块就是什么呢？对于刚才的这种情况，如果没有该怎么办呢？如果没有一种唯一的键值，没有一个唯一的 key，或者说是我们的所有的对象，我们要生成对象，但是它的 key 都没有一模一样的值，那这个时候没有一模一样的 key 值，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就可以用 track by 等于 dollar index。强制让我们的 v 杠 for 的这一块，就是强制让我们的用对象来替换数组的时候，强制按照我们的数组的这个下标的方式，让它重新排列。好，这种排列的话，这个片段它不会被移动，而是简单的以对应的索引的值进行一些新值刷新。那么这一点是不错的，很不错，但是它会有一定代价。什么代价呢？就是说，我们的 DOM 节点它就不再映射数组元素顺序的改变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的一些改变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出现一些，比如说 input 标签就像我们的双向绑定一样的时候，input 它会有个临时的改变，对吧？input 输入什么，然后显示项就直接显示什么。但是，一旦如果我们像这样用的时候呢，它这种临时的改变这一块，它就不再映射，不再映射的话，那么这个时候实时的双向绑定、实时的单检查就将不会存在，那么就不能同步临时状态以及组件的私有的状态。所以呢，如果涉及到像 input 啊之类的这些会临时操作的，会有个临时存储状态的情况下，那么我们就要谨慎使用 track by 等于。
dollar index 的这种情况。好，最后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个问题，因为我们的 JavaScript 的一个限制，所以呢 VUG 它不能检测到两种数值的变化，一种是像我们的这个什么直接用索引设置的元素，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实例下面这个数组当中的第一个标记第一个元素，那么啊第零个元素好下标的，然后呢它里面的值这块的。这种呢，它不能检测得到。第二种是我们来修改数据的一个长度，比如说我们像这样，好，我们直接把它的长度变为零。好，以前我们在 JavaScript 当中，我们可以通过像这样把一个数组的长度变为零，以此来表示我们的这个数组的内容全部被清除。但是数组它本身还存在，只是它里面的所有元素被清除。好，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实现清除数组的目的，好，也可以瞬间释放一些内存，好，这两种方法的变化，VUG 它是不能检测得到的。那么我们要该怎么解决呢？好，第一种，为了第一个问题，VUG 即使它扩展了一个观察数组，好，为它添加了一个 $C，好，$set 的方法，好，我们可以用这种 set 的方法，好，OK，针对我们的实例。然后呢，我们看我们的数组，找到我们的数组，对数组呢，我们就是设置一个 $set 的方法。好，$set 设置第零个元素，然后呢，它的值是怎么样呢？我们就可以来检索，好，比如说是 chmsg 什么呢？它里面的信息怎么样呢？发生了改变啊，change 的。好，它就通过这些方式来观察数组。那么针对第二个问题的话，我们需要用一个空的数组来替换它。那说白了就是什么呢？我们就再次声明一个空的数组，但是呢，它的名字跟我们原数组的名字是一样，这样就可以把它替换了。好，这个倒是比较简单。那除了我们的这个 $set 的话，VUE 的解释也为了观察数组，它添加了一些其他的方法，比如说我们的 remove $remove 方法。它可以用于从目标数组当中去查找，并且删除我们相应的元素。那么说白了是什么呢？针对我们查找的这个元素，它就会在查找的相应的位置自动来调用我们的这个 splice 这个方法，是自动调用，我们不需要去手工调用它。好，我们也不需要去写它。那也就是说，以前我们是像这样来写的，我们通过 index。来找，比如说是 this，好，我们的这一个数组 this 点 item，我要通过这个实例来找我们的数组，然后呢来看它有没有包含我们的这个值，比如说是包含 itm 的这个值，好，包含这个值的，如果是有这个值的，我们找出来它的第几个下标，并且如果这个下标不等于负一的话，就说明这个数组里面确实是有的。不等于负一的话，就是数组里面有。那么行，我们再次用这个 splice 的方式，通过下标，并且呢，我们就删除一个元素，也就是说，把含有这一个，把我们匹配这个条件的，比如 item 这个元素给它删除掉。好，以前我们是需要像这样来，但是现在呢，方便多了，我们直接 this 点 item，然后呢，怎么样呢？$remove，$remove，然后在里面直接把我们的 item 写进去。行，它就会自动实现我们之前的这个检索功能。然后看上面最少四行代码的事情，我们一行代码像这样就实现了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最后说到的一个问题。那行，到此为止，我们这个 JavaScript 的给我们讲解的中，到此为止呢，我们 VUE 给我们讲解到的这个 VGAN for 方法当中，数组变化我们怎么检测？这一部分，这一节，我们就先讲到这。